看不到也闻得到，香气洋日的流杂、流肚、流肺，每样都是44元台币，来一份全餐280元。还有萝卜以及这里出名的柚子皮，浓浓的流杂汁全渗透在柚皮中，除了美味之外，还有健胃的疗效。甜酱，本人喜欢吃甜。然后还有辣的可以加。吃惯米其林的最美千金和超年，也贴地气的来尝这些影视美食。这边是一个那些街边小吃的，以前是推荐啲车仔一栋栋咧，就喺街边摆嘅咁样咯。泰安楼是港岛西湾河的老牌住宅，楼下商场汇集了几十家美食，被称为香港的室内夜市。著名的还有这家日卖70多只的海南鸡饭，一只去骨海南鸡大约750元，一份海南鸡饭160元起，从早到晚都排满人。看到哪一家排队，然后跟着排，应该就错不了。是啊，经济噶啦，呢度唔系点会咁多人走落嚟食啊？还有这家卖煎酿三宝的港式炸物，除了酿茄子、辣椒之外，鱼肉烧麦、云吞，甚至皮蛋也能炸。泰安楼成了香港街头美食的缩影。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。我是李逸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。张撼动社会，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